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肖川老师，欢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哈。台北股市今天表现还不错哈，连续第二天大涨起来哈。我们稍微看一下哈，台股呢今天是涨了两百一十四点，那我记得昨天是涨两百七十几点嘛，对不对？所以呢，台股呢这两天哈，让你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上涨，那短短的这几天，大涨也涨了五六百点左右了哈。那当然以整个盘市里面来看哈，这两天大概涨了五百点，五百多点了、啊。 可是呢，之前台北股市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啊，跌到市场都没有信心了，然后呢跌到整个市场好像整个整整体的信心都崩溃。好、哦，所以呢，昨天台北股市涨个两百多点啊，很多人也没什么感觉、啊。哇，那那那那跌这么多了，涨那个是骗人的了。那今天再涨呢，大家也是觉得还好啊，哦，因为你前面已经跌那么多了，这里涨个五百点，好像也没有什么嘛，对不对？好，那重点是，那你台北股市到底？ 是涨真的还是涨假的？后面会不会继续攻，还是说这个盘哈涨一涨起来还要再继续下跌。好，那各位，呃，我今天先把答案给各位啊，因为我写来测标了哈。我说下周才是攻击时刻，也就是说这两天的上涨啊，只是前菜了啊、哦，这不算什么，这只是先脱离底部而已了。那真正的攻击，真正的上涨，我认为会落在下个礼拜。好。 为什么这么讲？好，慢慢来去做分析了哈。很多时候我们在讲盘的时候呢，有一定的逻辑推演好，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推这个盘？我说这里是前菜嘛，下个礼拜才是攻击时刻。好，我们来仔细看哈，今天台北股市到底能不能涨？我说句实话、啊、你要去看美股能不能继续攻嘛，是不是？你会发现到这两天美股都攻起来嘛，而且呢，今天的涨幅都比昨天还大，有没有？今天的涨幅都比前一天还来得大。 好，为什么会这样？好，我们来仔细看哈，美股这两天为什么会涨？好，各位，我们注意看，昨天的，应该说前一天呐、啊，美股会涨，是因为啊，ISM 的制造业指数啊，它是创二零二零年、二零二零年五月以来的新低啊，成长几乎接近停滞嘛，好，好像经济都没有什么成长，来到这里都停下来了。那这几天你会发现到啊，只要你的经济数据好，后面股市会大跌。 啊，那经济数据不好呢，大家又认为什么？诶、欸，应该不太会在暴力升息，所以呢，股市就开始上涨，对不对？嗯、好，所以呢，前一天大涨的时候是公布 ISM 嘛，然后呢，哦、结果创好几个好这一两年以来的新低。嗯、好，那昨天美国公布了另外一个数据，好，公布什么？美国八月以来啊，JOLTS 的职位空缺啊，创去年六月以来新低。这什么东西？就是说八月以来后。 现在几月？现在现在已经达到十月嘛，就差不多这几个月来。然后呢，职位空缺跟劳动力的流动调查叫做什么 j O L T S 显示出哈，它的就业人数已经开始什么？那个空缺啊，哈，就职位的空缺已经连续第五个月减少，创二零二一年以来六月以来的新低，有没有？好，那你会发现呢、啊，昨天公布这个东西的时候，美股涨更凶，为什么会这样？好，各位我们注意看哈。 其实，在上个礼拜开始，有很多联总会的官员出来谈话嘛。其实我们会发现哦，在谈话的过程里面，大家的讲法都差不多了，就是说，哎，我们还是要用升息来去压抑通膨啦。那你那个那个利率的利率会达到一定的水准，会维持一段的期间嘛？就是说你要去降息，那个几率要等到后年，对不对？好，但是呢，这几天呢、啊，那个上个礼拜有些官员就讲，他说，美国的经济啊，尚未陷入衰退。 为什么？因为强劲的就业成长，比国内生产毛额连两季衰退啊，更值得信信信赖的一个符号。也就是说，美国现在他要去看到底你那个升息能不能继续再升啊？他去看的是就业人数了、啊。就是你就业非常的强劲，他就认为说啊，应该是还好、啊。所以呢，昨天公布了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啊，你职位空缺已经创什么？去年六月以来的新低啊！这代表说，哎，就业市场已经开始慢慢降温嘛。 是不是？所以呢，造成说啊，哎、欸，大家市场就认为说，后面呢、啊，照理说联准会应该就不会像之前那样子去做暴力升息的动作了。所以呢，影响到带动整个美股上涨的那个关键在哪里？各位，这个礼拜一我跟他讲过、哦，美股到底会不会弹反弹的讯号？我说公，公债破破多少？三点六八嘛，是不是？好，你们注意看哈、哦，前天的时候呢，公债。 大跌了四点七趴，收在三点六五，破三点六八。不是我礼拜一跟大家讲啊，到底会不会弹得起来？公债要破三点六八，结果呢？前天破多少？三点六八嘛，来到三点六五。结果呢？公债持利率呢？昨天也没有涨起来，昨天还在跌啊，有没有？来到三点六四嘛，是不是？是不破三点六八之后，你会发现到，哎、欸，怎么搞得美国股市涨起来，原因到底在哪里？因为。 这个东西就像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了，我说你会发现今年整个美股的走势啊，大致上都跟公债殖利率的波动有关。好，因为这是我七月二十号讲的嘛，那时候升两码创新高，美国股市呢走低嘛；升三码再创新高，美国股市再创破段低点嘛。那最近期为什么美国股市会让你看到啊之前会比较偏弱？那是因为什么？公债殖利率还在走高啊，是不是？所以会造成这个现象嘛。好，那重点来了哈。 那既然你公债直率已经开始慢慢跌下来了，那到底现在大家的疑问就是说，你你十一月二号你到底会不会不会再升三码，或者说可能只有两码左右的空间？好，那各位我们仔细看哈，其实这个东西啊，还有昨天还有一个因素哦，让美股再大涨的原因呢、啊，除了我们看到哎，好像就业那个直缺已经开始空缺了嘛，那空缺数已经出来了嘛，昨天还有一个重点在哪里？澳洲央行偏割什么意思？ 昨天澳洲央行啊，他可它出它升息了哈、哦，升息时间已经到了，但是他出乎市场的意料之外，他原本要升两码的，大家都认为他要升两码，结果呢他只升一码，这代表什么？就是说已经开始有一些啊国家的央行认为说再一直升息下去不对了，所以呢澳洲央行已经开第一枪嘛，哦，本来要升两码的，那我升一码就好了，有没有？已经开始呢？ 把那个升息的那个动作已经开始有降温动作，所以市场就认为说，哎，欧洲央行都这么做了，所以呢，美国股市美美国的联总会搞不好下个月呢也会开始有一些些降温的动作出来，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之前能跟大家讲嘛，当整个公债值利率它上不去，股市就在涨啊，是不是？你看嘛哈，我我我记得哈，今年前半年的时候呢，股市都在跌嘛，那时候我们都跟大家讲说，你就不要乱做。 但是我那时候跟他讲，第三季它开始要反弹，为什么？因为你第二次在升席三码的时候，我说这涨不上去了啦，因为那时候原本市场都认为最后一次嘛，所以呢，我在帮各位抓的是七八月嘛，结果台北那个美国股市大涨嘛，有没有？先涨一段嘛，后面是因为后面还要继续升三码，所以呢，美国股市继续跌，对吧？那你现在很多人可能会想啊，那如果你后面升两码，那当然股市就大涨，因为工的指率就往下飙，往下跌了了。 空间会很大，好，但是很很多很多人会想啊，哎、欸，老师啊，有没有可能说啊，这个地方没有升没有升两码，还是在升三码，有没有机会？好，那各位，这个重点我在前几天我我就已经跟各位讲过了哈，如果你十一月，你看九月三十，我跟他讲，十一月再升三码的话，这就利空提前反应了、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跟他讲，就算你升三码。 在如果十一月再升上嘛，就最后一次了，后面不会再有了。但是你公债殖利率就不会再飙高了，顶多就是维持区间嘛。等升息前或升息后呢，公债十月开始出现大跌，因为是最后一次嘛，对不对？那时候我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讲说公债殖利率不会再飙高？因为这个东西啊，你没看到美元已经大跌了，美元已经从高点跌下现在已经破月线了嘛。然后接下来呢它月线成本上来嘛，照理说了。 它的月线未来会出现下压，所以呢，美元还要继续跌、啊。所以呢，如果说你从这几个角度里面来看，十一月份美国到底是不是升三码？现在还有变数哦，啊，就升三码也是最后一次啊。接接下来呢，公债值率会大跌啊，股市会很明显的出现反弹。那如果升两码呢，公债值率就直接跌啊。所以升三码跟升两码两两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就是那个供给的时间点了、啊，可能会稍微延后一点。 可能会稍微提前，就是这样子而已。好，那当然，为什么我我就说下个礼拜才是攻击的时刻？原因在哪里？好，其实是这几天我们都在讲这个重点了、啊。我就说下个礼拜公布 CPI 嘛，十三号公布 CPI 啊，那你通膨到底有没有降温嘛？如果说你连通膨都降温了，你就没有必要再升三码了嘛，是不是？所以我说关键点在哪里？在油价，已经连续一二三四五个月啊，油价都均价都一路在下跌啊。 之前呢，CPI 降幅不多，是因为天然气还在高档嘛？你现在天然气也跌下来了，是不是？所以呢，我倒认为啊，下个礼拜 CPI 一公布出来，如果那个降幅很降幅有一定，就就有达到市场超乎市场的预期的话，我跟大家讲哈，十年期公债值率就继续跌，而且呢，十年期公债值利率，我认为了哈，你们来看哈，它应该会怎么跌？你看哈，这两天已经破前面的低点三点六八嘛。 对不对？昨天收在三点六四嘛。上一次第一次升三升三码的时候，这边是三呃三点五左右了。前面这个低点大概三点五左右了。我跟你讲哈，只要破那个三点五这个位置区啊，现在三点六四嘛。我跟你讲，美国股市又飙上去了。在美国股市又飙上去了。因为你前面的第一次的三码都破的话，这代第一次升三码那个来到三点五的位置都跌破的话，我跟你讲哈，这公债值利率啊。 后面下跌的空间就会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十一月就升三码也是最后一次啊！啊，如果你十一月都没有再升三码的话，我觉得后面再升三码的几率也不大了，所以供在阻率会大点。那这一跌下来呢，美股就开始往上冲，所以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为什么下周才是攻击的时刻？OK，好，所以呢，整个盘势呢，当然会大家会想啊，啊，真的会涨吗？啊，这个盘呢，到底你看哈、哦，台北股市能不能继续攻？我说你要去看美股嘛。 那美国股市呢，在这个时间点呢，有没有机会？你看了、哦、有没有机会挑战月线？各位，你注意看嘛，哈。九月十四号那时候我跟他讲，攻击时间点还要延到十月啊。你看这几天呢、啊，来到十月份，美股都已经跌不下去了。九月十六号我说攻击还是看十月啊，而且那时候我跟他讲啊，十月有机会走今年第二次反弹嘛，因为第一次反弹在七八月嘛。那十月开始呢，到底能不能走第二次反弹？我昨天给大家的答案是。 本周先过底嘛，啊，下周要攻月线，能不能攻得上去？同仁，你注意看哦，道琼现在离月线大概一百五十点，高科技股离月线大概也一百五十点，对不对？但是费半离月线只差十一点，你你你觉得要攻月线会很难吗？不难啊，而且呢，如果从这几个角度里面来看。 费城半导体要先攻月线，我觉得应该会达成哦。所以呢，我在之前九月二十八号的时候，我们就对这个盘我说：十月大到底它应该怎么走？我就说：大上先维持一个区间嘛。然后呢，等月线成本下来之后，它就会攻月线那看起来攻月线的时间点，我说了，费城半导体差十一点攻月线了、啊。啊，就算这几天就怕也不用急着攻嘛。但问题是，你月线成本，你看啊、哦，以美国时间点来看，礼拜三嘛，礼拜四、礼拜五、礼拜一过后呢？ 整个月线成本就下来了，它就算停在这里，下个礼拜也是要过月线的，所以呢，台北股市来看，美股都有机会攻月线，你说这个月线会很难吗？不会哦，你看啊，今天礼拜几？今天礼拜三嘛，礼拜四、礼拜五之后，过了下个礼拜，下个应该算下个礼拜二了，好，因为礼拜一休假，然后呢，过了下个礼拜二之后呢，从礼拜三开始，月线成本往下一啊，所以呢，台北股市在下个礼拜也有机会。 因为月线比较远一点点，他有机会去挑战月线，所以我说下个礼拜才是攻击时刻啊！啊，当然你会说啊，老师啊、哎，跌那么多了，这只不过弹起来而已，好，没有关系啦，下礼拜就知道了啦。那 <laughs> 下礼拜就知道了。那当然了、啊，很多人在这个时间点哈、哦，对这个盘还是没有什么信心啊，因为前面真的跌太凶了。那跌下来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到啊，如果因为你没有信心而在最近去卖股票的，或者是你去看空的。 我们说去算你也讨不到便宜啊！以指数来看，前面这几天啊，如果你去卖股票，你去放空的，从指数来看，好像也讨不到便宜嘛，对不对？从个股更明显。你有没有发现到，最近有些股票，它一弹起来那个速度很快。有没有？你看、哦，比方说群联呐、啊，当时在九九月下旬，你去卖股票的，想说哇跌下来了，赶快卖卖掉，看起来还有低点嘛，可是，一弹起来。 才几天的时间就把前面卖的全部都吃回来，那这一类型的个股呢？到今天为止你会发现啊，好像有些全职股也在动了嘛。你看联发科，之前你去看空的，或者是呢你去卖股票的，这三天时间点全部都吃回来了。当然了、啊，前面那一段哦，很难熬啊。可是呢，当你在那个底部去卖股票或去放空，你从个股就知道了嘛，这讨不到什么便宜嘛。到今天为止，你看很多个股也是一样啊。 涨个几天起来，前面低点全部都吃掉了。你看嘛，这些个股也是一样啊，都开始弹起来嘛，对不对？好，那到底这个盘线要怎么去做？可能你会发现呢、啊，台股这两天一动起来，指数大涨。那指数一大涨起来的时候呢，到底要做什么股票？我我记得我九月二十七号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讲反弹的关键点在哪里。我我那时候我就讲两档股票啊，我说这两档个股不动。 盘也不用想要涨，是不是？哪两档？一档台积电呢、啊？一档联电嘛？有没有？那时候我就跟各位讲啊，从九月底到十月初，我都一直跟各位讲这两档个股很重要、啊，因为它是本身占有全值嘛，它当然重要啊。但是呢，全值个股它到底有没有这个条件涨嘛、啊？所以呢，从九月二十七号开始，我就跟他讲啊，你去看它的基本面。 八月营收还在创历史新高哎、欸，怎么不会涨？在今年的环境里面，以年电来看，从今年一月份一直到八月份，每个月的营收是月月增加哎、欸，所以我说怎么會不会涨？你你光从它的基本面，你就会发现啊，这两档个股从今年的上半年的获利，都比去年第三季还要来得多。你想想看，今年这是什么环境？结果呢，这两档个股啊，它的基本面并没有差嘛。 不管是台积电或者是联电呢、啊，上半年营收都比去年第三前面三季以来来来好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那个时间点哦，因那时候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盘还没有涨起来嘛，我说你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哦，因为有些个股来到这地方，你去换算它本身的价值，我那时候是用联电来跟各位讲，对不对？我那时候怎么跟他说？我说嘛哈，联电去年是配三块啊。 所以那时候联电呢，差不多在三十七到三十五的时候，我就说你去换算它一下那个股息值利率嘛，哎、欸，八趴多哎、欸，你去放定存一趴多哎、欸，我我这两天也跟他讲，你去放美元定存可能大概有三趴嘛，可他给你绑约三年呢、啊，绑约三年之后，你中间如果说要要要去要去解约的话，你赚不到钱，因为手续费什么代办费一堆啊，结果是赔钱的，那就好了，等你等到三年，你去赚那三趴好了啦。我刚说嘛，你后年要降息啊。 你后你架起公债资率会大跌啊，那你公债资率大跌，你美元是不是也大跌？那我问你嘛，等到三年之后呢，你你去换的美元，美元是大跌的，其实你也赚不到钱。所以说你去换一个角度思考嘛，那这一类型的个股呢，股息殖利率高达到八趴，那为什么有低点你不买？很多人讲啊，联电、台积电，我自己买就好了。我曾经讲，我没有讲你会买嘛。所以呢，当低档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啊，你要把握机会嘛。 十月三号三十五块多的时候，联电我们要你去买，对不对？到今天为止呢，联电已经,已经开始弹起来了嘛，是不是？那我我昨天跟他讲，你看我节目的应该很多人去买零电了，抱着啦。刚,刚我说过，下个礼拜才是攻击时刻啊。如果 c B i 的降幅够的话，后面升息，后面顶多再再升先升两码，美股再往上冲，那我问你嘛，你台北股是要用什么挑战月线？ 不就是全持股吗？你没发现今天全持股也在动了吗？什么联发科这些股票，什么联永这些这一类型的个股，什么祥硕这些股票。而且我刚才跟大家讲啊，美股会最先过月线的费半呢、啊。啊，你费半涨上去，我问你啊，跟半导体相关的股票动不动？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嘛，人家已经拿到月线位置去了嘛，是不是？其他相关的个股呢？华邦电也站上月线嘛？你们在南亚科已经在。 早就超过月线了，那我问你啊，低档你买不买？你你你稍微思考一下。很多人说要存股啊，我问你要什么叫存股？低档你不买，拉高高之后呢，你假如说我去存股，我去买，结果呢，你去赚的那些股息呢？股息收利率又不高，因为你去追高的嘛。然后呢，结果股价跌下来了，你赔的价差比你那个赚那个股息啊还多很多、啊，那都没有意义啊。什么叫存股？ 啊，低档到的时候你就去买一买，你股息殖利率赚得到，而且股息殖利率又高，而且呢，到时候你又可以赚什么股价的价差，所以这才叫做存股嘛，你懂我意思吧？好，那当然了，连电低档的时候我们有跟各位讲嘛，那结果呢，台北股市我们那时候就跟他说，用股息殖利率这个观念你去看这个盘，所以我就讲了，你选连电，如果说你是比较属于哎稍微能不能快一点的，当然连电是要摆比较长一点的哈，我说下个礼拜连电会更精彩。 你慢慢看吧，我说嘛，我不讲你不会在三四五、三七七附近买了。你知道连电会买的时候呢，搞不好它已经在冲上去，已经试了好几块了。但是如果说接下来股息率利率比较高的股票，什么东西会动？我昨天有波比西亚给你看嘛，十月三号礼拜一啊，礼拜一我就跟你预告什么，本一比只有三倍多了。啊，你股息率利率连电是八趴，那股息率利率十二点八趴了。那我问你嘛，低档可不可以买？可不可以买？ 你看嘛，礼拜一的时候有低点就叫你买啊，当时早盘叫你买啊，买完当天收高啊，是不是？昨天是不是大涨？结果到今天呢，有没有让你看到再往上攻啊？所以短短这几天差不多已经有十五趴了啦。那我跟大家讲啊，当你买到低档，你不用怕，因为下个礼拜这个盘才是重头戏啊。所以有些个股你要先低档先卡位。 我我敢说啊，你最近去放空的，或者是你最近去股票杀到低点的，或者是什么忽多忽空的，我跟你讲，你也没讨到什么便宜啊，因为盘已经弹起来了嘛，因为几乎是卖到低点了、啊。当然这两天涨起来，你会觉得说啊，没什么没什么，可能你在安慰自己啊。我跟你讲、啊，等下个礼拜再往上攻的时候，你会不知所措，怎么搞的？我股票卖到低点，怎么搞的？我怎么空到低点？对啊，下礼拜你就希望它不要再空了、啊。当然了、啊。 因为这个，我说这个礼拜我不认为是攻击牌。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个礼拜你后面要过双十假期嘛，那你指数已经涨两天起来了嘛，所以呢，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指数稍微有点点休息或稍微有点震荡，哎，我觉得合理啊。但是这个休息震荡，我觉得个股会先走表现，所以你会发现，那怎么搞的？还是一堆股票吗开始出现涨上来，因为已经有人看出来下个礼拜是有机会冲上去的，所以有人会开始进场去卡位。所以我是建议各位啊，这个时间点哈。 不用那么悲观了，因为我们就说你从十年期公债直利率，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好了，就算深三码也是最后一次啊。那接下来公债直利率会大跌啊。按、啊、说美股会不会往上冲？你你思考一下嘛，因为我们是用逻辑去做推演嘛。当你问我说，老师后面如果说发生什么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怎么办？问你什么事嘛？我们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啊。但是就目前的角度里面来看，下个礼拜是重头戏哦。所以呢，如果说你错失了这种低档要往上攻的股票， 同样的，我跟大家讲哈，这种股息直利率高达十二趴左右的股票都冲上来了，有没有？好，好那接下来呢？要动哪一档？我昨天跟他讲啊，下一档本一笔只有三倍，股息直利率高达二十四那股价还低档，你会发现、欸、怎么搞的？法人一直买，因为股息直利率很高啊。所以呢，昨天跟你讲完之后，你就會发现了、啊，哎、欸，它今天往上涨。我跟你讲啊，这两天这档个股要冲出去哦，因为股息直利率太高了。 所以有些个股呢，已经让看让你看到什么，法人的买盘已经切入了，所以要好好把握机会，好不好？讲很久了啦，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兒回来。运达投顾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我们不造神，更不成魔，专业、智慧、经验、负责，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信达投顾，真心照顾，零二二七八一零九零九二七八一零九零九。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信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零二二七八一零九零九二七八一零九零九。 好，欢迎到现场哈。台北股市一年涨两天，那当然可能对这个盘很多人还是没有信心。但是我说过哈，刚刚我们解释过嘛，这两天只是前菜了，下个礼拜才是重楼戏，因为下礼拜才是攻击时刻。整个理论架构我们刚刚都讲的很清楚了哈。所以呢，有些啊，股息殖利率高的股票，它会开始先冲出去。所以接下来要冲的股票在这一档，好，在这一档股息殖率高达二十四趴，你要好好把握哈。因为有些个股啊，先买先赢呐、啊，先买先买低点呐、啊，好不好？认同我们操作方式的體驗價，体验价。 绝对不增加你的负担，欢迎你来电咨询，明年见，拜拜。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